增加的势力有多大，大家能感受到了吧？没一家照片出来过啊，而且人家横道江湖啊，横行江湖。曾维在北京有仨点，其中有一个东三环的地下茶室，大家知道什么地方吗？啊，大家知道什么就查查啊。就是曾维做的交易真的是几万亿的交易，但是他个人的照片从没留来一张过。你说他比爹亲娘亲的党，无产阶级的党，绝对利他啊，绝对没有自己啊，心中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党。你说曾的儿子和孙子孙女过着什么日子？而一个国家的权力竟让他竟然没有一张照片出来过。